我是西部警卫营地指挥官克里夫，打败了红鼻子。果然，你身上还有未散去的冰冷气息。你手里的东西，就是恶魔的武器和盔甲。这种人才，怎么现在才出现？要长时间交谈的话。 以后欢迎常常使用。 哦，等一下，哦，我的店就在这旁边，你。 看着舒服多了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贝尔利亚，呵呵，这么巧，正好收到贝尔利亚发送的兵力请求。但是要向贝尔利亚派兵力，我们的营地情况也不是很好，正好珍娜也在这里，要注意安全。对了。 到这里来肯定是有实力的人，你能在上次战斗中防御墙倒塌了，需要重建，请问能寻找吗？这些就够了，谢谢。 恶魔们正在气头上，可能会有危机，但也可以化危机为转机，对我们有利。
恶魔看起来很紧张，我有个计划。第一防御墙将会先伪装后隐藏起来，等引来恶魔后堵住他们的退路，再用大炮应战。在这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是，我看恶魔是为了帮红鼻子报仇。你站在前方的话，我们的计划会更加完美。战斗可以左右我们营地的命运，你会知道的。如果没有你，肯定是很吃力的战斗。谢谢这么爽快帮我们的忙。哎，冒险家，听说从贝尔利亚来了兵力支援邀请，由塔克罗斯还发来邀请，看来情况有些糟糕。不知道贝尔利亚是否也发生了和我们一样奇怪的事情？最近营地周边情况很糟糕。不久前抓到了只在卡尔佩恩西南部生活的食人怪物。什么？想看看食人怪物？这并不难，但是请小心，不要想。这样的话，不知道铁链会不会断呢？
也喜欢集体攻击，所以是个很头痛的问题。谢谢。啊！又来了！在短时间内就决定了帮助我们，真的欠了你很大的人情。好，见到食人怪物了吗？被树精灵袭击时好不容易抓到的。树精灵被认为是神圣的存在，但是变得邪恶了。我可以为你做担保，去见珍娜吧。什么啊！是你啊！听说你帮助了营地的防御，想要去实试。既然克里夫都推荐了，那就让你进去吧。你知道考古学吗？启动那里面的文物。啊，算了，我让你进去，你别忘记要帮我的事。请转告艾丹，如果不好好做好我吩咐的事情，就别想再进到塞琳迪亚。什么反应？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？海蒂尔的王？不，现在知道了就请回吧。如果你代替艾丹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珍娜不会对我无礼吧？请理解。身为领主的女儿，娇生惯养，觉得别人对她亲切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能让你直接去那里。请先去见赫西恩贝露，让她准备好必需品。啊，冒险家，上一次防御战时真的非常感谢。希望我准备的东西有帮得上忙。不会太容易的，请小心。
树精灵抓到的士兵的人是你，非常感谢。已经派过去支援贝尔利亚的兵力，等你去完古代人的石室时，应该都解决了。树精灵都冲过来了，好像在挡住你。稍等，这里不是谁都可以进的。哦，是接受珍娜任务的人吗？是考古学家吗？珍娜对石室感兴趣，是因为未婚夫祖尔戴因吗？但是这里很阴森哦，第一次见到这种地方吧？石像非常精密而独特，感觉很快就要动起来一样。好恐怖哦，真的会动吗？看，尤其是在剑印石像前长得圆圆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先来的考古学家说是古代人的兵器，说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形态，那个有那么了不起？在这古代人的石室发现了一些石画，谁都解释不了，直到最近来的艾丹解释了这个石画。
想到了那个石化内容，在这里肯定能听到很多事情，是关于古代人艾达娜的事情，说他活了两次。快到了，最近发现的应该是来看那个黑色的那个我。有人吗？这位虽然很微弱，但是拥有着黑暗能量。冒险家，你有没有看过不明的黑色形体？我以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，但还是太不足了。不是的，奥尔恩，原本是可以把黑精灵困在遗物里面的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守护着这个石室，没时间做其他的事。我知道你看见了黑色的幻影，真没想到会有不可避免的命运。封印已经解开，我们在石室里的工作也必须结束了，一起出去吧。哎呦，你还在怀疑我们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是想帮助你的。被黑精灵吸收的能量召唤着古代守护兵。文物们动起来了，守护兵好像暂时挣脱了在他们身上的封印。
守护兵器竟然在动，我们要先离开这里啊。刚才我还以为再也无法看到外面的风景了。黑精灵的本能就是跟着力量走，它肯定会逼着你去累积更多的力量。到目前为止，最安全、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你和黑精灵分开。我们谁也输不了。既然你想离开这里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但是劝你不要太相信黑精灵。现在你能感受到黑精灵的力量，往后可能会碰上许多，但是呢朋友，总有一天你需要帮助，我绝对义不容辞。别忘了，我的名字叫做艾丹。什么宝啊，我